近期熱爆的韓版花樣男子，男女主角殺到台灣，飾演韓版杜明智的李文浩以及韓版參賽的具衛善尋日抵台宣傳，有空姐見到李文浩就追住握手，瘋狂失控啊！大家好，안녕하세요꽃보다남자에서구준표역할을맡은이민우입니다반갑습니다大家好 Yes 안녕하세요꽃보다남자때문에오게됐는데요오늘반갑습니다他们一步出机场就有200名 fans 呐喊欢呼啦抵台第一日就即刻有记者会，主办单位非常贴心，送上中国传统服饰俾两位主角作为见面礼，氹得佢哋好开心啊！대만에이렇게처음왔는데요날씨가저희나라랑많이흡사한것같아요지금도이제한국도더워지기시작했는데그래서그런지뭐